自己不能怪别人啊，该是多些吗？哦，你不能怪别人哦，我也不敢叫他们歧视个太太，我一个已经够麻烦了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除我们其他商业图出那边发展发挥，让他们享受我们华文教育，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，虽然华文是世界